瘦肉精是含有风险的，那这个风险台湾人原本不需要承担。吸毒就是吸毒，不管吸多少毒都是吸毒。我们绝对反对瘦肉精，是零检出的，一定要零检出。阿廖罗，一个国家要办外交的用意，就是要争取要守护人民的权益。在高达有八成的民意反对之下，仍然要来开放美国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进口，本党坚决反对。这个瘦肉精是为了增加商业的一个利益，这些添加物根本就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个食品里面，更不必要让民众来直接去承担健康的一个风险。民进党团再次重申，只有零检出瘦肉精，只有零检出，不要赔，让瘦肉精让发言的真的检出赔偿掉。此一政策漠视专业，违背民意，将国民健康置于未知的风险当中。我觉得他把我们当傻瓜，但是我们不想当傻瓜。我们台湾人不是笨蛋，全国上下一条心，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民间团体，大家团结起来，向美国人要求说，我们要跟欧洲人一样，吃到没有瘦肉精、没有荷尔蒙那种等级的牛肉。对于所有的肉品，绝对不能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立场跟态度，我们维持一贯的这个原则。国民健康不容妥协。不容妥协，玩弄民意以及玩弄国民的健康，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有一点像诈骗集团哈。为了个人的政治筹码，或是过去的一个政治交易，来忽略掉国人的健康。哎，乡亲呐，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淼宏，詹教授哈，电机博士。今仔咱哈。各行肖昌哲肖律师来开杠，开杠来，肖律师，乡亲们平安喜乐。来，肖律师哈，今仔咱要谈啥呢？因为最近哈，十二月十八有四大公投要出来了，四大公投里底哈，我再看看的哈，现在呢，蔡英文哈把这个四大公投哈抓到哈，他的。权力的保卫战，本来四大公投，这个公投是人民表达、直接表达意见的一个平台，变成他的权力的保卫战啊！权力保卫战，保卫战来啊！哦，啊，其中有一个早教公投了，这个早教公投哈，那肖律师哈也曾经针对这个早教公投哈，在报章杂志上写过文章啊，来。肖律师，你个早教公投哈的正反意见哈，你甲咱乡亲简单讲一下，咁好，好来。是乡亲，报告讲吼，咱啊这业主是啥物中油啦，吼，这中油，迄当阵咧二零一七年的时阵啊，我著一篇文章啊咧，这个《水果日报》遐吼，伫遐搜寻都有看到，吼，搭拍早教是写我的名，吼，咧就挂到关系的一篇文章啊。迄当阵咧，四当前哦，就咧讲起，迄当阵就大家这个议题，就大家拢会关心嘛。哦，先低先干咩？哇，迄、那个二零一七年六月的时阵呐，吼、迄、那个这个 Apple 这个日报啊，苹果日报。是是，啊，迄当阵就是刊出这篇文章啊，呼吁大家啊，迄当阵就要呼吁咱蔡英文总统啦。哦，迄当阵啊，伊当阵就甲咱全国人民一个承诺啊，吼、说我们要来保护啊，这个哈、全台最大的胶体啊。哦，他的成了，还要努力的来复议国土啊？为什么？一阶也盖了，二阶也盖了，什么叫一阶啊？好，第一座这个哈，第一啊，天然的这种天然气啊，接收站，这一阶的接收嘛，因为咱无法度生产这资源嘛，这资源就是拢迄个啦，货柜以外嘛，吼，啊，迄个货柜气态、液态、气态、液态的要转换之间嘛，也运送嘛，啊，伊做起来就是爱靠这个，爱靠这个来接的，对吧？哦，啊，伊做咧高雄遐嘛，哦，啊，过来二阶就是咧台中港啦，台中港遐吼，台中港的人就拢知嘛，啊，三阶就是咧嘛，你嘛咧公，即个公投的四大公投的一个主题之一啊，即四个主题，啊，三阶即个山呐，你看第三座，啊，第四座早就也盖了，第四座就咧都咧基隆遐嘛，哦，都啊，由南往北来算啊，都啊，一二三四五六也都有，
那一啊、二啊、跟四啊，报章啊，这样就是讲咱这媒体都会在 Google 搜寻得到。其实一路扩充它的储备的这个液态的油槽啊，这储藏的槽啊，都有的就对了。也就是说，并不像这个执政党啊，哦，民进党一收购啊那样，吼、哦。一公啊，来英雄九咱接纳时吼，三阶如果这个不过的话吼，英雄九咱台湾的经济安怎偌大啦吼？啊，事实上嘞，这甲这根本就是咧，西人就迄人就是开始拢咧，就是咧呼吁啊，讲哦爱注意这个问题吼，啊，伊这种种的方案内底包括着讲吼，吼伊这往外延伸啦，主要就是伊西港的贵点啊，啊个往外延伸，啊个引来的那一些。后来的后遗的影响啊，吼，有一挂后遗症的影响啊，所以一定会破坏到这些藻礁，吼，它虽然在往外延伸，大概要一点多，吼，海里还是公里的时候呢，所造成的这个啊，啊，这个蔡英文啊，伊就是换一个位置了，换个脑袋嘛，吼，啊，即马对啊，你那后遗就是安尼。现在是这样的啦，你在2017年的时候，是不是蔡英文呢也去联署说吼保护藻礁？是，是安尼。我现在哈、哦，现在要消灭藻礁了，是不是？对吧、啊？今非昔比呀、啊，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啊。啊，有时候脑袋不见了，我干嘛都是安尼啦，哈、哦。藻礁啊，无解的珊瑚藻啊，哈、哦，一共在硬基质上生长啊，形成一种生物礁。哦、对生态很，相较于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藻礁跟珊瑚礁啊，它是用形成碳酸钙的那个骨架，哦，啊、生长环境它跟纯粹的珊瑚当然是不一样了，哦，哎、民进党伊咧二控二五年讲有一个叫灰河家园的，主要是这类啦，哦，灰河家园，所以这个这四大公投有一些关联性啦。哦，伊就讲包括着这个三阶啊，甲这个是不是重启合适？这2025年，你看剩几档尔，马上2022了呢，唔是四档呢，是三档无够啊，中了上半一档佫扣掉，哦，这个两三档伊都要完成这个灰核价，伊安尼先试，伊讲50，天然气要占50，啊，力能就是安尼吼，啊，主要就是讲，哦，这个天然气部分爱50，啊，出来就是拢其他种种的，包括风力啊，啥物，哦，还有其他安尼。包括之前的核一核二，啊，这个核三要不要核四啊？要不要重启这个啊？也是在这个公投里面哦。那我们都认为说啊，在还没有确保废核料的安全以前啊，绝对我们还是不允许嘛，吼。起码是安尼啦，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讲哈、哦、三阶这个藻礁的事情啊。但是哈、哦，有乡亲来给他欢迎讲哦，张教授啊，你知道？当你们家有肺炎的病患产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哦，重启核四的重要性啊！我乡亲有来欢迎一下你啦，说哦，必须要重启核四，为了空气污染 air pollution 的事情要重启核四。但是我跟咱乡亲讲啦，你们去看看美国的三里岛的周边，你们去看看苏联的车诺比，欢迎100公里之内哦，全部寸草不生呢，咱台湾哈，南北400公里，你若一个出问题哦，核四若出问题哦，我跟你讲啊，不是说你一个肺炎的事情呢，是要规个砖头灭亡呢，那真正是规个咱台湾哦，一半袂用尽呢。风险足悬嘞。风险足悬嘞，这吼、哦，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所以讲，我谈交往啦，先做给咱乡亲活用哦，这真正是你肺炎而过世是。我们可以用力能来替代了。力能哦，你只要有实际、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哈，我手啊，我那识晒的足些哈，电机的博士哈，对这种力能的操作，虽然是有人也跟我反映了说，风力发电的稳定性不好，但是呢，海洋大学那边哦，对哈，潮汐的发电哈，那都是力能的发电呢。潮汐的发电，它都是可以商业化，而且哦，都会因为台湾是位于黑潮、清潮的交汇地带，那个潮水哈，潮那个哎、欸、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回到主题哈、嗯，我们那个潮间带的养成可能数百年、数千年呢。前礼拜我就听洪荒旗、红毛港洪荒旗会长也在讲啊，伊讲哦，我较早吼400年前，我祖先吼住伫块红毛港，那时候哦，因老爸那辈哦，因爸爸那辈哦，就讲讲我们那时候哦的那个潮间带哦，那个遗产哦，相当多了。那凊彩你啊，
虾啊，即马鱼啊，拢全部拢归大堆呢。啊，就是因为高雄、香港的破港，海因吼整个潮间带破坏掉，害他们的父子辈吼都要跑到从红毛港跑到基隆去抓鱼啊。啊，更远的。哎啊，所以说这关潮间带之内。产生了可能很多的珊瑚虫啦、啊，或什么东西哦、喔，这个对哦、喔、海洋的生育哈、喔、非常重要了。来来来，潘姐潘姐，跟你讲你讲。对啊，对对渔业啦，渔民这影响啊是足严重的，对吧？吼、喔，啊，这个观音藻礁啊，吼、喔，迄当阵啊，包括我登上了齐柏林，你有较早迄个吼、喔，一过哦，齐柏林 对啊，有咧看见台湾嘛，而且纪录片嘛，啊，蔡英文咧。迄当阵阁颁发一个包养令哦，吼、嗯，我买一个包养令，我齐柏林的家乡啊，迄当阵吼空难啊，啊承诺啊，啊努力啊，富裕国土，就是这个纪录片甲台湾的水的美丽啊，迄个想淋漓尽致的，吼、哦，这个咱首屈一指的这个齐柏林呐、啊，吼、哦，这个先生啊，他迄当阵啊，他答应要让土地休养生息啊，你破坏了那里早教看了以后，哦，空照图啊，卫星图看得一清二楚了，好、哦，恢复生命力。啊，人苏建明啊，你干嘛讲吼？实在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啊！吼、哦，就是咧讲，吼、哦，蔡英文咧，伊嘛是爱搞科技的人啊！吼、哦，就是讲这个时间到啊，二零二二年、二零二四年，就是应该搞出林志正当，而且独揽天下的考卷做答做了安怎？吼、哦，啊，这个第三接收站，简称三接嘛，吼、哦，伊的名称是安尼，吼、哦，现在在爱的变作是一个工业港，吼、哦，爱、啊、人做的环差会议啊，吼、哦。桃园市观塘啊，工业区啊，工业专用的这个吼专、哦、用港啊，环境影响的说明环境这个会议啊，有这个报告书来的吼，包括了中研院呐、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中心呐、啊，迄当阵拢去会勘嘛，啊一定爱看现场嘛，哦无可能讲你办公室内底有法度了解海洋日啊，咱有一个海洋日当天呐、啊、进行会勘，哦恁两百公尺内底哦，找到。四个珊瑚的迄个群体，好啊，为了科学，科学就是最严谨的嘛。我是采集的部分呐、啊，组织跟骨骼啊，来进行分析哦。啊，套柜上面电子显微镜啊，好、哦，就跟 DNA 的鉴定的这几种的技术来对啊，吼、哦，就是讲伊看到这就是柴山多杯啊孔的珊瑚、啊，就是一级保护啊，对吧？就是讲，咱既然够立法保护这样、個，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讲，就是被鉴定啊，经过了中研院鉴定，一级保育类的珍贵生态哦。啊，那无遐尼啊，无遐尼啊珍贵，咱是变成拢甲变成当作戆人啊，是安怎？藻礁就是这种珊瑚的最重要的栖息地啦。吼、哦，啊，这个大潭藻礁就是咱讲来讲三界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来对啊，吼、哦，够其他真丰富的这个生态啊，包括吼、哦。十大十八党来研究一吼见证了吼，包括啦有污染嘛，栖地只要被破坏呀，吼本来通原本够讲二十七公里的藻礁哦，生伊即马会逐渐消失的对吧？如果这个哦完成了啊吼，伊就怎会安尼？迄当阵呢？迄当阵对德维啊、甲永安港、永安就是咱迄个通迄观塘遐，吼硕果仅存啦。即摆就是讲，咱即摆这个三阶，这个位置是一个存一个硕果仅存啊！啊，未来恐怕如果说它延伸外港，会新建黄坡堤嘛？啊，这个黄坡堤咧，就会造成了凸堤效应啊，凸出来的这个黄坡堤啊，好、哦，就会造成效应，也会破坏到这些藻礁的这些生态的平衡啊。好、哦，那所以咧，我们就是要这样呼吁，好、哦，这个四大公投里面，当然我的立场就是讲啊，这清楚的啊。哦，这就是爱护伊啊，为了子孙的这个环境啊，吼、哦，虽然做啊侪安尼废料的代志，拢无好人民感觉有感的，但好的代志，啊，这个四大公投这项内底啊，吼、哦，伊讲爱拢爱不同意啦，啊，人这是公投是一个基本权利的，宪法上基本的权利，啊，然后一开始咱讲的变成政权保卫战，这是啊匪夷所思啦，吼、哦，这个像这个权利是安尼，甲这个淋漓尽致甲安尼，甲这个破坏都。破坏的这决心同款，遐尼啊坚定啊！你看虎焰进出嘛，就是看讲要上百场的说明会啊，什么会嘛？吼、哦，要来讲哇，拢爱反对，早教也反对之内，早教的这个我们三界的这个的物业啊，这个保育类的来把它维护啊，都认为说大家要投反对票。哦，啊，到时阵大家一翻两瞪眼，咱倒出来就知啊嘛。哦，你十二月就背啊。所以讲吼，
这是针对咱台湾的生态保育呢。台湾已经哈过度开发，你知道？真的是过度开发呢，很多的自然生态哈，不是一夜可以长成的，都是哈一千年、两千年哦，才能够保育养成的呢。啊，被你们哦一个晚上就把它全部搞掉，一天就把它搞掉，夭寿哦。所以说哈，既然蔡英文因哈这个民主进步党哈，把这个四大公投里面的那个变成。发展成哈、哦、这个政权的保卫战啊，政权保卫战就政权保卫战嘛，反正哦，您这对哦，阿萨布鲁的哦，乱七八糟哦，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的人哈、哦，哎，不要客气，他把它发展成政权保卫战，咱人民有咱人民发音的声音了哈、哦，哎，他讲说四个都否定，拍谁、yeah. 哦，哎，我核四公投，我 follow 你们的决定哦。嗯，我们不要合适，但是呢，大潭的藻礁为自然生态的保育，祖先数千年来留下来的潮间带，我们必须把它保留。所以说，我们反对民进党帮我们做决定，咱台湾人民爱站出来同意，对不对？对，同意。哎，来个继续。嗯，同意就是爱和这个公道来通过。吼、哦，啊，公道这个咱拉公，这个咱想关心的这个藻礁的议题，包括的反来猪啦。啊，是迄个另外什么公投帮大选啊，这人民就拢爱同意啊，就去表示意见，对无？吼、哦，啊，咱之前捌讲过啊，这个来自啥个安尼，就是美国啊，伊有高高的科技啊，来掌握着这个吼蔡英文这个破苏论文的这证据啊，吼、哦，这个解破苏的证据啊，所以伊法度控制讲，这个蔡总统讲，就这个来自啊，吼、哦，人反对人是讲反来自，掐住你的脖子，对哇、啊？吼、哦，啊，就是安尼，啊，大家所讲啊，这第一关是咩？这个藻礁啊，伊咧生态，大家讲的。四义啦，即、這个关，咱就是咱咧听咧节目了，咱就了解有即四义，叫图体效应嘛，突出的图，吼、哦，突出啊，突出的图体，就是讲它往外延伸的堤防，会阻挡了原有的那些潮汐啊、流沙，原本的那些都会被改变的，吼、哦，所以它的影响就会很深远，吼、哦，够漂沙淤积啊，下游侧啊，吼、哦，供应啊，会漂沙量减少啊，短缺啊，也就是讲原来的平衡机制啊。就到一开始也讲，这大自然他们本身的一个平衡啊，啊那种人为的来改变了它的平衡了、啊，哦，这个就是种下了，叫温室爷啊，对啊，种下了以后啊，子孙不晓得要蒙受啊，到底什么样的灾害啊，哦，这样这历史还不够吗？哦，所以我们才郑重来呼吁啊，想多坚定啊，他赶快那是爱同归这类、個，哦，公道爱同归这类保护，来早教三阶来投反对票，乡亲啊。南强在那讲哦，人定胜天，你头壳歹啊！人定胜天，哎、欸，我跟你讲，大自然反扑的力量哦，还没有展现哦。等到大自然全面反扑的时候，你就知死。你想看嘛？日本哈、哦，日本的那个福岛、嗯，日本的福岛哦，是大自然的反。陷入危机，我若是变到迄个款的总统，我想咱台湾人嘛是会惊过头来甲我抗议，甲伊讲对啊对啊。那有一个总统，不论伊是虾米人，那一个总统，予咱的人民爱上街头，在这么寒的所在徛这么久，这个总统应该要感到羞愧。大家讲对啊？对啊？日本哈、哦，日本的福岛的哈、哦，哎、欸，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大自然反扑啊，它是简单的一个哈、哦，tsunami。海啸呢，引发了你不能这个，你就当今呢，就定今呢啊。他认为人定胜天呢、啊，结果一个tsunami，一个海啸，就把、哦、整个日本福岛海边的那个核电站哦毁灭掉了。所以说我们乡亲们你要注意啊，哦，人定胜天，大自然的力量是很伟大的，大自然反扑的力量是你不可思议的 ，unbelievable， 哎、欸，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哦，我们。对，千万不要存着说哈、哦，说哈、哦、这个人定胜天呐、啊，我们的天外有天呐、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所以说哈、哦，来，我们哦要保存大自然的资源，让后代的子孙哈、哦、能够看到哦一切大自然的正常的平衡的发展的情形来。
吼，主要就是讲大潭啊，这些点厂啊，增设了两部这个燃气的单循环这个机组啊，它增加了以后啊，吼，也可能啊带来啊更高的污染啊，跟先前通过的啊循环的这种机组的环评啊，刚是无同款的啊。所以啊，迄当阵嘛要求爱重做环评啊，这个案件嘛是啊，那迄当阵就是一个叫副书长，一个律师啊，叫姓詹啊，詹顺贵啦。迄当阵为了这个啊，爱在差一票嘛，爱在突然之间就辞职嘛，啊，怎啊就跳过人过，就这个案怎啊过嘛。迄当阵吼，所以引起了当时啊，也是媒体也是很在追踪这个报道啊，吼啊，所以讲伊对这走行这个吼，然后不管污染嘛。看到大自然，我们协会的第一堂课应该是什么、啊？应该是更加谦卑啊！啊，赶快啊！进前伊是上任了，讲谦卑谦卑啊！啊，结果是讲的是一套啊，做的是一套啊，咱谦卑在倒啊？就是这讲头好啊，听人民人民的声音，声音就好啊！吼、哦、啊，所以确实就是讲，人有这个科学的这个数据啊，包括了讲吼，伊、哦、这个对整个的环境的这个评估啊，吼、哦、啊，自救会啊，因所杀出来这个。哦，那个，咱像咱今年讲的，拢是爱维护着这个后代子孙嘛，袂使讲来破坏这个环境。虽然咱即摆吼，唔知当时真正唔知当时讲，诶，大自然的反扑啊，所以我们对大自然要更加的来尊重啊，还有谦卑啊，吼、哦，人定胜天呐、啊，即大家拢讲，你拢骗人的嘛，你偌厉害？真正，我甲咱乡亲搞。高瓦地形的，真正大自然的反扑力量，我们哈、哦、要留给子子孙孙哈、哦，永世哈、哦、可以使用的自然资源呐。像这个哈、哦，像你听洪荒奇的讲嘛，诶，阿摩港的潮间带，诶，那个鱼虾蟹都是满坑满谷的呢，起码拢无去，啊，起码就是潮间带。他们潮间带哦引带来的很多的珊瑚虫啊，甚至于后面又带来的很多的鱼类的保育啊，这都是哈咱台湾哦为了维护子孙的哈福气哈，咱这代人哈未使去安尼 over 哈过度开发了哈。是，好，我这个附带来讲的是讲吼，蔡英文总统啊，伊讲小艺的事件啊 ，deepfake 啊，脸部的伪造偷脸的事件啊。伊站出来讲话啊咧，伊讲咱咧全部的国民啊、人民啊，拢有可能就这个脸部偷脸的受害者啦，所以要特别来立法啦。网络上的性暴力啊，要特别立法专法，因为目前就是妨碍名誉啦、妨碍信用啦、什么散布猥亵物品嘛，啊，上届就是两三单以下的，你这个行动嘛，吼啊，所以就讲这个吼 deep 深部的 fake 啊，是 fake 这吼、個、这个犯人的技术啊，深度的伪造啊。哦，变脸偷嘞，蔡总统就安尼来关心吗？伊讲每个人都可以受害者，啊，你很重视的人爱保护，未来子孙啊嘛爱保护，有这同理可证的是讲蔡某伊关心的议题，因为伊家己有去用，伊面那就有去用嘛，有去用伪造伊去用也提起使用了对吧？嗯但是当然跟猥亵就完全无关，然后被做一些很就是搞笑的表情之类的，哈、哦，像韩国瑜赶快一开始伊就那個小瑜那个网红嘛，百万网红嘛。啊！其他回头的网红讲，我的流量都比你小艺还高了，我还来为你澄清这个，我还不是帮你还宣传广告吗？你还是受益者嘞。哦，啊，就是讲这个代志了，吼、哦，蔡英文站出来讲话，啊，伊就讲呼吁大家讲，吼、哦，我们这个要正视这个问题，要来立法来防止它。那我们这个三阶案啊，这个公投啊，影响的何止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伊唔知道，我日本你较高级，让你来管啊，海啸当时来，我知道啊。我知呀、啊，我有法度预测啊，你预测我看嘛，吼、哦，即个照了照尾嘛，照了照尾，对吧？按咪讲，即咪讲，你阿要下台就发生也是安怎？你惊损啊？对啦，你啊，人大讲较歹听的吼，即、哦、是较无考虑讲，你是无惊损是无？即大家拢也有啊，啊无即个人类是安怎来延续的？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命尊重的价值嘛。哦，我也是安尼来呼吁大家，咱家乡亲呐，爱理解着讲吼。但这个事情，咱人民爱检验，爱来监督政府，吼、哦，这种荒腔走板、四个公投，啊，什么讲啊安怎，啊，这个武干啊咧，政权保卫战咧，吼、哦，啊，真，你看，伊有就是有资源，伊有在调嘛，吼、哦，伊就是2022前哨战，伊就是要安咧嘛，对不？啊，2022以前伊就是输过一件啊嘛，吼、哦，啊，过来2024佫兵败一件，人民的吼、哦、授权呐、啊，
充分的把我当别位的事件嘛，人民有法度授权给你，人民嘛有法度给你收进来嘛，哦，啊就是爱给咱这些被授权的这些吼，当执政党啊，张建的爱谦卑讲来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在那边拿着撞球杆或者是这样哇摆场这个座谈会就要把人民的声音给盖掉。所以说吼，人民咱大家要注意啊，现在吼的政府吼。他编列了数百场的四大公投的说明会呢，要求啊，就算雇佣，哎呀，实在，哎，这个东西咱人民的税收呢，人民的税收呢，拿去干这些哈，他的宣传以及他挣钱的保卫战，对啊，啊，人家人民的声音哦，他不鸟啊，他就是蛮干他那个破坏生态保育的事情呢，啊，所以讲哈，咱人民的税收。叫伊安尼用，对啊，到人民发到国家下讲。啊，你甲好好啊，甲想看卖，蔡英文一起来，今哦，5.5年呐，他干了些什么事情？他现在哈、哦，几乎哦发动1450晚军哦，全面扑杀想完这种异议分子啊！你啊，实际上是异议分子。言论自由啦，哎，破坏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所以讲，咱人民哦，咱得有这个哦，自由公道。主流民主公道的机会，我们要展示我们人民的力量。我们绝对不是哈，你们政府哈的那个应声虫啦。来，我你讲，我来过来讲，就因的前辈啊，蔡东营啊，哎，什么公道之父啊，蔡公道呢？就是蔡公道，就爱尊重人民的公道，这是第一项啊，上第一的顺序的嘛。权利就是安尼来，啊，你当然嘛是爱得的这公道，就是公民的权利啦，对不？公民投票这个运动，吼、哦、啊，蔡公道迄当阵，伊咧用一生的力量，吼、哦，甲伊过身了，同款，吼、哦，大家拢安尼尊敬伊，包括伊人杀这个推动这个公道的运动啊，就是讲这绝对袂使鸟笼式公投，含这里上面，哇，这个哦，这个国体上面挖沟啊，上面都袂使交互公投，吼、哦，鸟笼式公投，啊，即摆开始要面对这个四大公投，公投要不要绑大选，安尼差，吼、哦，公投就是要绑大选。让那个表达意见的投票率更高，更可以人民的意见嘛，对啊。你拆开了，等一时风塞一阵啊，此一时彼一时，你四个咧搞方向的人，在测方向的人，对不？所以这就是讲，吼、哦，这种是人民都爱，若就是背开咱的目睭啊，打开我们的心眼呐、啊，用瞎子啊，他的心眼啊，他的心眼更是清楚啊。哦，他比我们不管是听的啊，他观察到了，甚至胜过明眼人呐、啊。哦，阿德把机关吼，阿、啊、德、啊、来看，阿、啊、德用心来听，来看观察。较早公投绑大选是国民党咧反对呢，啊，即马说公投绑大选是民进党咧反对呢。所以啊，我嘛是自然的人民啊，是好大这少年人，是不是大家拢安尼对这这邱振东安来神经拢来错乱去啊？迄当阵确实，我即马就是咧讲，你进前的时候。对方安尼反对，也是讲赞成。啊，即卖你甲以前讲的完全拢是安怎，拢完全拢搁并来，吼、哦，搁并倒过啊。啊，我拍官司的时阵，上惊当事人就是翻词、公事的公处啊、公词反复啊，就是讲你讲的话啊，只要前后不一致，哇，啊、你讲啊都对你不利啊，因为我不知道要信哪一套版本嘛，所以没有可信度嘛，就摧毁了他的政绩证明力嘛。啊，你以前的、啊，吼、哦，你看。当时如何反对啊？现在就是当时如何赞成？你们如何要求啊？现在又要这样子，哦，所以信赖度啊，不要说哦，司法不信赖啊，赶快对其他的各个中央的一切哦，要让人民建立这个信赖，还是感动啊？哦，愈来愈遥远啊。所以讲哦，咱乡亲啊，你要把握你哈、哦，你可以哈、哦、自由表达你内心意志的平台的机会。我跟你讲，蔡英文哈、哦、办了数百场，要办数百，用我们人民的税收去办数百场哈、哦、说谎的四大公投的说明会，很多都在说谎呢，很多都在说谎，他内部很多说谎，你如果哈、哦、一个案子一个去看，所以说哈、哦、我们哦心头了定哦，嗯，我个人的意见哦是。他们四大公投里面哦，蔡英文公哦，全部都是否定。我说哦，有前面三样呢，要同意，后面那一项呢，缓和式，我们哦，跟着不同意哦，要重启核试我们不同意，其他的我们全部同意，安尼干对？呼应哦，安尼所以讲哦，所以讲今仔日哦，难得哦，这咱萧昌哲萧律师哦，
当初对藻礁也是有相当三阶哦，这个东西也相当研究的，所以讲胆家哦，咱肖律师哦，来，肖律师，尾啊几分钟，做一个结论，来，请。好，咱想请来乡亲呐，好，所以咱家综合以上啊，咱家所谓啊所讲的啊，吼，有法多资金到你是百场了，讲到上尾啊，讲大家拢了解了，吼，咱尊重每一个人，要尊重着每一个人民的这个自由的意志，来斗这个公道。好，大家我说过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前面三个，我们就是怎么样？那后面这一个，我们前面三个同意，对吧？好，不是说四个不，我们三同意，一不同意就对了。嗯，好，然后这种就是讲，咱凭咱家己的内心，吼，咱的对起对起咱的良心，不是讲人安怎话，咱就安怎做，就是咱的决定权，就是咱家己的手底。哦，所以这展现着咱人民自由的意志，哦，就是在这呼吁，搁在呼吁讲，哦，包括着这个公道，包括着咱到我甲张博士所讲的遮，哦，我们反对跟赞成的，基于是我们对于客观数据的了解啊，还对子孙的这种我们本来的义务啊，哦，就要这样子尽到，所以希望自己干嘛讲，来子孙来蒙难的，哦，所以蒙害的蒙受的这些，哦，先人所做的这些。吼，即报应咧，咧因的身上，所以啊，阮就是做以上的主张，吼，请乡亲来接受着讲，吼，咱的自由意志的公投的展现了。来，安尼我最后做三十秒的结论吼，蔡英文希望咱四大公投全部写不同意，但是呢，以我们从自然的角度、发展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哦才不花了他们四个不同意，我们哦一二三呢全部同意。第四个是不同意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愿意 follow 民主进步动因一个提案而已，其他三个提案呢，我们都要提同意。好，三同一不同。三同一不同，好，安尼哦，好，以上哦，感恩乡亲高雄地性。OK， 三同一不同。对，安尼。我们的主张。那个一不同的是，核电，没错，重启核电不同意，对，好，安尼，咱今仔日开讲到这。啊，感恩乡亲，好，感谢乡亲，好 ，OK， 拜拜。民进党控制媒体的能力是前所未有的进步，所以执政好坏不重要，控制媒体比较重要。DPP 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我反正执政不好的啦，我怎么样都搞不好，因为他经济也不行啊，对不对？军事也不行啊，只要把媒体控制好就可以了，只要把媒体控制好，天下太平，弄外平。